后你们有了孩子呀，那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得放在这个家里，和你的前妻必须要断得干干净净，还有你和你前妻的孩子尽量的少来往。我跟我前妻断得干干净净，这个没问题。要是和我儿子少来往，我真做不到。孩子是挑女婿还是选太太？啊，还断得干干净净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断得干干净净能跟女儿生孩子吗？自己的女儿要是有本事，怎么连个男人都拴不住？我女儿是没本事，但我女儿至少本分，不像你女儿年纪轻轻的学什么不好，学着当狐狸精，当小三，拆散人家家庭，谁不害臊啊？你胡说什么你？我不说了吗？是不是你破坏的我女儿家庭？是不是你？今天你看清楚了没有？这个男人呐，就是个怂包窝囊废。我告诉你兰兰，妈妈的眼睛是不会看错人。哎呦，行了妈，你刚才都已经唠叨了一路了，我现在已经很烦了，你别再说了好不好？你看看人家林小子多聪明啊！那个男人要是靠谱的男人，他能把他让给你吗？你好歹是知识分子，大学教授，你怎么能那么卑躬屈膝，低三下四？钱能买幸福吗？钱能让你快乐吗？他们家再有钱，就冲他妈那样，你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说说你妈跟我的谈话。你在旁边坐着呢，她开那条件你也听见了。树要皮人要脸的，我有自尊心呢。江峰，你别不识好歹了行吗？我怎么叫不识好歹了呢？他就是那个脾气，你想让他怎么样啊？他都开始跟咱俩说这婚事了。哦，你就就着这点事儿你不放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这婚你是不想结了是吧？结？你跟你娘家断得干干净净，我们马上结婚，结吧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像做梦一样。那一天我喝多了，有点失态，对不起，我保证下次不会。顺利。可曾回来过？这不曾忘记的感觉，失去的一切，还能再见面。可曾拥有过那已经模糊的世界？你不是跟我说你爱的是林笑笑吗？怎么了？没动静了？消停了？林笑笑有他的人生一番想象，我呢可能注定就是那个关起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你才能给笑笑想要的生活，知道吗？我是想要给他，可是问题是我甚至愿意把生命交给他。你还能怎么做啊？大哥，一大老爷们儿，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别人猜的吗？你会后悔的，最后悔的是你自己促成他和简放的复婚大戏。哎，咱们相爱的感觉多好。